有的人啊，这个脾气不好，走到哪里都是怪脾气、坏脾气，吵架这样的事在所难免。无论任何一丁点大的原因，任何的理由，任何的火星子都能点亮他的怒火。这个在景德镇啊，大家参观旅游都要到热门的地方打个卡、拍个照啊，就因为拍照呢，两位女士在一个叫受气瓶的面前吵起来了啊，本身瓶子就耷拉下去了。哎呀，叫你们去一点搬气啊，那出来玩嘛，开心一点。结果人家就是要来搞事，这些女人就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吵。今天就遇到一位，不停地跟我吵，不停地跟我吵，都不知道他吵什么，他也不知道这样吵的结果能有什么，完全没有结果啊。那吵完之后呢，什么也得不到，反而把我气得啊要死要活。